波罗多东铺推动沿西热东品质比赛，提高雄镇连连三三提举行。今年六亚天气的蜜蜂是陈子凡连三第二年大头名，第二名是亚加牛。虽然最近是连三第二年得到六亚天气淘米品质竞赛的冠军，蜜蜂陈子凡还是当金奖的接受表彰。也摆老江阳正有里爆盘前两名，都提放红窜出红名上。虽然今年一起投作杜生一份连杀带稳，再看国外的细节，当天如落大水。不过亲自翻就无卡穿下来的中外经验，加上自家进修学到的，还系本外上到健康如浆。那海人落水，淡水未贴过，啊，淡水未贴过，所以外就鼓起来吼，会感觉讲米伫个世界会很硬一些，会冇安 Q。所以爱为滴落太水下，拢大概水拢拍走来嘿，本该无会紧，做滴上到前浆。今年六早天气，一起土作嘅种植面积大约六七百公顷，产量来自于新庄区仁创一整年，数新入四千公吨，比去年同期增加了一成。虽然认为气候出现冬天土米卖相冇安好，不过整体品质还是受到品行肯定。据说农会表示，陆续性参加今年全国土米竞赛，新设嘅团体奖，青米、穗米还有。有发芽米会比例比往年稍微高一点，但是它的品质都相当好，很好吃。以整个白米这样我们在看的话，其实我们这次的这个如果用平均值这样来取的话，应该算成绩应该会蛮不错的。品行单位农粮署表示，虽然六早天气一起连米卖相冇往年安好，不过在认为新庄区连续低温减少同一片发生的机会，农作的情形也相对广大。无论淘米品质竞赛的结果如何，对消费者来讲，做得是到健康如何品质的米，就是一台享受。加新闻充准。